今天天气很好哦，今天要去自由行，目标是宇治跟京都。现在吃早餐吧，现在吃起来了。陈书记刚刚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们今天去的京都有卖京都念慈庵吗？京都念慈庵，春贝枇杷膏的京都，是日本的京都吗？好问题，回去再 Google 看看。球队现在要朝京都出发了。前面小姐姐说很快，我们根本追不上饭。有一个小分队。什么分队？我是阿尼啊，他是阿伯尼啊。对呀，为什么？我现在在和泉府中站，要前往天王寺。就你看，本来是说十分钟会到，到这边上车，你看我要搞到八点半，整个精神。天王寺，我们现在找中央出口出去，帮两个小鬼买 IC 卡。来把 IC 卡顺便做储值，我们把金额储到3500够今天用。现在搭乘金板电车了，要往中枢岛然后转宇治的方向。到中枢岛，到中枢岛，然后会搭我们宇治线班车。会冷哦，没有围巾啊，没有这种东西啊。四川，几事故，好冷哦。蛮漂亮的，大鸟居要走。左侧这边，左侧这条，对这条。因为天气太冷了，我们紧急进来一间店嘛。冷。什么？你要帽子给你，因为我还给他拉那个帘。哇，他没有手套了。得救了。他啊，都要晚上回去都手痛。我进去照一下我。为什么没有卖热的东西啊？买完围巾之后完全不等。我们现在要前往日本耶。哎There are the museum only. You would like to see inside the Phoenix Hall, you need another ticket. Are you going to go to the museum? I just told him to go to the museum. Why are you going to go to the museum? This is the museum.我们来到平等院了，入门票是大人是600块。刚才没有售票小姐，那个坚持我们是三个大人一起包装的。你不要乱讲话。工具人上线，你不要拍 OK 了，你去哪里拍都 OK。王伟上线，周俊也上线，蔡星辰分出，可以，那不错，这样就可以放上去给那个奇迹美照，不是上去给领队说我们 OK， 我们 OK， 奇迹美照都是，我们是环球队，我是阿尼啊，他是阿波尼啊，谁又跑路了？阿可丽，好听，妹妹好可爱。要来就把放好了，要许愿吗？我要那个。我不会讲日文。他听得懂中文吗？妹妹的愿望是嫁给豪门。
我的愿望是你们嫁给他。他每个月都拿大把现金供我。这里卖的东西没有抹茶会被赶出商店街。最小的白就大家有这样吗？这什么菜？我们是有菜的。拉面的话，他们会说还不错。它有的是夏季限定啊，春天限定，半个钟。好，谁要吃？我不要吃。喂，你们都不吃，还好没有买两只。喂，酸崩。喂，哦，哟，崩溃。不会，我爱吃，我爱吃。爱吃。掩护，掩护。你不要在那讲，他很早就跑掉，还敢说。手上。以后再也不要相信王美龙。结果这只是我吃掉的，那女孩真的。拍完照就跑掉，是我吃的，没死。我没有要的，你们都要。再来一只。是这样。可以帮我拍照。这你看这里好看吗？好看。真好，左看右看上看下看，就是不看镜头。对，梳头梳身体，梳头就是不梳脸。左巧橘巧。哇，好温暖的阳光哦！你已经把你的工具人给我。川那边是雨字桥，这座是渠桥。我好冷啊！有生意。等等。对。你要来拜？都还鸟居吗？上面就写原始。蓝色的天，然后红色的墙。蓝天，白白的云。你们好土。好了，走了，要回去了。你们要去平等院看凤凰。但是没有拍到奇迹美照。这车站呢？我们要回来宇治小这边了。待会是要搭新板线回到中枢岛。然后再换车往京都的四条，把你们都弄得很累，晚上就不会逛街，我们就直接回饭店睡觉。太累。对。12:57，到中枢岛。